先请坐一下。哎，你坐。啊，有。啊。哦，够吵。哎，嘿，啊，厝内咧，今日是啊，今日来食食一下先哦。啊。嘿，啊，你同样。无啦，我就教迄个泰雅迄个文化关怀团哦，大家伫遮做伙咧要聊天啊，要谈生意啊。啊，你嘛走，你嘛走。嘿，要讲原住民的代志。我甲你讲，我头拄有看哩，我顶下敢有看哩，人大家咧唱歌，今日一日无唱，对无？ 我都不要唱啊！我讲厉害，我逐句逐种话拢会讲，我都不要唱。好，OK， 好，谢谢。母怀素，母怀素，母怀素，这是泰雅，注音是素。不过，注音，我也是学波波摸摸的注音哦，所以我现在来介绍你们的时候，哈，对不起，我会念得不太对。第一个是歌戏，我是台湾族。你台湾族住是屏东吗？对，屏东狮子乡。 哦，我是屏东林边乡。哦，我们住林乡嘛，在海边。对，农乡。那个戏是做什么？他是牧师的师母。啊，牧师。阿杜牧师的。啊，对对对，就是那个电视上那个在帮人家收集很多书给原住民的这种部落工作站。打雁的部落部落工作站。对对对。然后呢，乌杜。乌杜勒巴克。 乌杜夫，我都是乱写哦。这个是这个不同文化的这个必然现象。那乌杜夫是什么意思？乌杜是灵的意思啦，灵啊，鬼啦，神都可以了。只要在我们泰尔族有分很多的支派，因为有的是乌杜，北部是乌杜是鬼呀。鬼神。那宜兰还有苗栗、檀香，乌杜是一，唯一的。 那我对你现在在帮原住民做些什么？我除了在教会工作以外，就是从事一些泰雅文化的重建的工作。大概这样。听说你本来是只会日语跟这个北京话，然后再慢慢再回来研究自己泰雅族的这个语言。他们能奥都很会讲日文。日文如果打雁的话，都差不多忘记。忘光光了，目前刚刚在学。我们是雅虎牧师。雅虎。雅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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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是国民党控制住的一个，哎，完完全全。对，他们是怎么样？都很少帮这个帮原住民说话嘛，就是执政党选出来的这些里，看到底要说什么话。假如说针对自己以为好的，就好像是为那个乡讲话的，那实际上碰到一个最敏感的，就好像对我们自己原住民将来性或者是自主权这一类的，没有很大的这种远景的看法，没有长远，只是为了地方建设，像地方政客型的之类的，就对，只给你多少钱。最重要是他们是站在党义的立场比较比较多就对了。对了，就是可能党的包袱比较重了，可能只有这样。党义跟民意如果冲突的话，绝对选党义了。对对。所以 OK， 我们刚刚也看到，我们刚刚在跳这个，我不晓得在问歌戏了哈。那我们刚刚是在跳什么？在唱什么？歌戏，歌戏，歌戏。对不起，我因为摸歌戏，怪国民党，不能怪我。这是我们在胎儿组里面。因为我是台湾族，我嫁到胎儿族也很少看到这样的，但是在嫁过去以后，我看见有几个同工就对这个文化方面比较关心的话，稍微有看见一些都是放在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唱出来的一些歌，大家一起来聚会。那刚刚那个歌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主要的意思主要是因为大家高兴嘛，有的要看什么季节，然后
曲子大部分都会大同小异，那歌词呢就按着那个季节的不同来说出当时的需要的那种词句内容。那个你刚才我看到这个竹林记啊，竹林记是怎么样一个活动呢？竹林记因为现在社会变迁哈，很少办，不会像别的组，像我们泰尔组，我们大概要分泰尔组。现在政府把泰尔组跟那个泰鲁格组都放在一并在一起，实际上是完全不同。那可能文化有一些类似，但是没有办法沟通。不过我们打样的祖灵祭是每一年在九月的时候，到十二月这个之间。等于说收割以后来感谢这个我们的祖先的灵的照顾，来做一些崇拜。那也就是说九月的时候如果到你们的故乡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些祖灵祭就对了。现在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都有这样子啊。只要是有心说要重整文化的这些地方可能是还看得见。那大部分的地方就有的话也就是一种观光化的东西了，样板化的东西了。对，对了，最近几年从苗栗他们开始重建，啊，邓牧师还有杜奥，已经过世的一位杜奥，他们开始在几年前，四年前开始重建，重建这些才开始做这个。那这个的播种记呢？基本上播种记也是。这个是差不多是在开始撒这些小米的种子哈，三月，二月。跟那个照片里面有很多嘛哈，啊对对对，那个是庆典嘛，庆典里面有很多，这是一些，这个是对，刚好收割以后呢，非常高兴的哈，这个是阿洞牧师，对我们达彦文化，对，个先生嘛，个系，长很性格哦，留一个胡子，这个对，这个是阿洞牧师的爸爸，对，刚好这个，那这个都是在像这种收获季也是吗？对，这个收获季就是通常收获季跟这个啊，特别这个非常漂亮，放在一起，这个就是，这是干什么？对，那个是什么？糯米。是小米，小米的糯米，那是在收获季还是收获季的时候？收获季跟这个竹林季差不多，是连起来这样子。还有相亲的时候，相亲的时候，相亲我们也要做这个大费周章，对，这个是最好的礼物。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他们是你们是槟榔嘛？用台湾族的风俗。你是用槟榔？他们从北部来到南部是要用我们的风俗。那等一下我要请拔燕夫人来谈一下，是不是也刚好拔燕这个立法委员拔燕呢？他是不是那时候也是用这样子的米？有没有？先喝一口茶吧。好，谢谢。刚刚我都没有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慕有度。李慕。我们的白燕的夫人，您那次的婚礼是不是刚好他们照片上看的要用糯米？那样的场面是非常的，可以算是在原住民的部落来讲是很盛大。像我跟白燕那时候的结婚，人不少哦。那次没有啦，其实是蛮寒酸的，因为白燕是穷人家的小孩嘛。对，他十几岁就没有父亲了。对，然后妈妈也是改嫁。说实在的，他今天可以当上立委，是我觉得这个是主灵保佑啦，真的，因为他蛮刻苦的，从他在十几岁就进了工厂，然后他很会唱歌嘛，他差点要进那个华视训练歌星训练班呢，就是杀了华视。华视还是台视我忘了，差点被万沙浪是吧？那是万沙浪还没有以前，对，那时候因为就是缺少经费，他就没有办法进去，就这样子。然后就他地摊也摆过，对，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在永和，现在最繁华的那个永和路那边是摆地摊，白手起家的，对，然后什么行业都做过了，就是没有偷跟抢啦。不过我知道他这个，我现在这边手上有一把刀哈。这个
一个名字叫翻刀是吧？对啊，他们说翻刀了，那个是汉人所讲的翻刀、啊。就是不晓得哪一个翻哈，就是三个翻的对。就是呢，你现在就说什么啊？你是三包，我是一包，草包也有啊，草包对。对啊，他们把它分裂出来了。我看到这把刀，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我们小时候念一个书啊，念书就是说课本里面有写这个无缝啊，猎人头啊。那么不是无缝猎人头，是原住民猎人头。我也读过这个。对，你也读过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也跟我们节目一样，我们都猎人头，猎很多人来。不过但是我们话讲回来，我知道那个拔燕啊，那时候了为了这种啊，我们知道在嘉义它前面有一个无缝的铜像啊，是说无缝的头被原住民割掉。那时候拔燕为了这个事情，他也去抗争嘛，他把自己绑在那个上面嘛，绑在那个头像上面。这一点拔燕的夫人应该知道啊。对，我知道那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家庭的状况也是一个转捩点嘛，那时候他一直在生意自己不做了哈，然后让我一个太太自己去做，然后他在外面做什么我都不晓得，然后曾经就是那我跟他两个人之间那家庭革命也是三次快要成功，真的是为了我们原住民的争取权益，对对对，然后不好意思哈，就是那时候他们要去嘉义去把那无缝拉下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明说嘛，然后他是跟我堂哥独奥，然后他打电话到山上叫那个我堂哥要到嘉义嘛，因为那时候之后我堂哥要选神议员嘛，然后他们就要去那边做一个抗争这样子。但是我还记得白燕是穿着布鞋去的，然后回来是光着脚，那个鞋子都掉到哪里都不晓得了，还受伤这样子。那这几年有除了拔燕的这种对这种啊曲解原住民说什么原住民猎人头的这种啊抗争的行动以外，还有这个我看这个好像还我土地的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我实际上从这十几年来，最早的应该不只是这个无缝的，最早就是从这个厨具哈，厨具的方面呢，厨具还出来啊，还厨具了。再下来就是在东埔的这个挖坟事件哈，他们就是把为了原住民的坟墓挖起来，然后做游乐区，就是为了这个，这应该是最早的部分。然后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删除这个无缝故事这个这样的行动，就是一直延续到这个拉土原住民的争取。再下来就是还我土地啦，然后就是证明运动。一直到现在，还哪些土地啊？这些土地，大概我们要求还的就是说，从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耕过了哈，耕过了，因为我们原住民以前没有文字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像我们在山上，就是水在那边开垦过了，然后用石头、以石墙或是用这个木这个树木哈，来种植来作为界限的话，那就是属于他的。那就是这样，像这样的东西，现在大部分都被这个林务局占去了。哦，林务局把你们抢。林务局，然后是水利局，好几个这个单位了。所以我们是想说，至少这一个部分要还给我们。说这个部分。其实可能关键性哈，因为我们原住民的生活都是迁移的嘛。那我们为了讨生活，那这个山上是。动物多的，特别是泰尔族或者是布农族、泰鲁格族，那到了在山上，差不多也要看季节，然后就移到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过大概也说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说不定，所以也会种贵族了，贵族哈，种杉木这样，然后就因为我们在那边。祖先在边盖，在边过生活，然后就种杉木以外呢，那贵族是对我们自己的茅草屋啊，帮很大的忙，所以会在边待几十年，那这些有的是大平原，非常茂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迁移的统治还是国民党统治到现在的时候，把我们统治在一个部落。那离开了我们原来祖先所留的地土地，那我们是需要说，因为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应该整个我们祖先走过的那些足迹，那种的血汗，我们应该在那个地方就比较还给你们土地，对。像新竹，不是说整个台湾
对啊，这个台湾的话，像新竹县的山上，你一到山上去，满遍都是贵族，但是那个全部都归给林务局，没有我们的。另一方面，不只是这样子，那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土地，虽然是我们在使用啊，但是所有却没有所有权的。所有钱都还是所有钱还是国家在控制，所以是租给我们用的，租给我们是承租啊。很奇怪，这祖先们用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到目前却变成我们在承租啊。这实际上是以自然法来看的，这是我们的东西嘛。那现在变成国家的，然后我们向他承租，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更可恶的是，那个平远什么台糖了，或者是军用地都被他们占去，所以我们。不但还我土地以外啊，应该把我们的权益赔偿给原住民啊。对，这些执政者，这是真的。这个也是。不过我想这个拔叶上去以后，一定会好好做就对了。对他有讲说，这保留地哈，这个保留地三个字，我怀疑是保留给他们用的啦。保留给执政党用的，对，特权的用的。对，他是想说哈，其实那个土地，就像你们汉人买房子，那土地那个所有权状马上就是变你们的嘛。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呢？他希望说政府能够说把那个土地，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张身份证一样，这样。不过我想除了这些政治抗争以外，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你们做了很多这种原住民文化的挽救，像可是我知道那个部落那阿中牧师，他是电视上说要希望给很多原住民一些关怀。不过我先请教你说这个织布机这个东西了，那个到底怎么样用啊？因为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好吗？哦，这个是泰尔祖传那个他们从以前每一个妇女必须有的工具哈。泰尔祖以前一直到今天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是老人家做的麻绳麻布做的，这是我自己织的哈。那这个是织布箱。那这个织布箱呢，他老人家是每一天白天去山上工作，然后晚上他就一直做到累了为止就睡觉。那每一个妇女从小像那个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给他玩一些那个比较不好的绳子，他们自己做的。就像那个后面的哦，玩这个是吧？哦，就是小时候就要让他先玩这个东西。对，有一些给他们一个新的概念，像那个老人家剩下的绳子啊，给他们玩摸一摸没关系，让他们去爱这些啊。爱这个织布机，爱这个爱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哈。那你如果会织布的话，听说会要勤练是吧？啊，每一个真正的每一个女人从小要练习，差不多到少年的时候，她几乎可以织了一条布的时候，就有资格被化成这个胎儿族的美女啊哈，金面哈，有呀，这个金面前面她这个划线了以后，她的脸刺青了以后，她才可以结婚。没有这样刺青，没有人喜。没有人要就对了。那白月夫人为什么没有刺青？你不这个已经是在时代已经时代的转变了，改变了哈。那在不过也很痛啊，不是说啊我要去，很痛哦，那个我受不了，一个礼拜呀，把那个女人绑起来，包起来，是上一辈的才有了，这一辈已经比较没有了。七八十岁以上，日记时代就开始禁止这样啊，禁止啊，对。日本人叫我们不要这样，他说很丑啦。但是很多平地的朋友哈，看到了像我的女儿读国小哈，就有一个老师就叫他说。山地人站起来，结果一叫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叫他说，就开始讲杀人的故事。还有你注意看哦，看这个这边有划线的会杀人哦，你小心。所以这些小朋友都，那平地的朋友都会偏看我们原住民的，有一些会造成歧视原住民的一个。怎么那么恶劲呢？谢谢我们。本来就那么多恶劲，到现在。现在想要说汉人怎么会那么恶劲？我知道，最近你们开始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做这种原住民的语言哈，还有它的一个神话。这个原住民的语言啊，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个杨牧师，我们请你跟帮我们这个先介绍一下吧。这个是西勒，是一个小鸟哈，它这个小鸟是耐性强，而且看得远。那有一次，因为
对将来的事情都不知道嘛，我们原住民都不晓得谁要告诉我们，所以用当时一个神话呢，我们的故事说乌鸦跟这个小鸟，我们叫喜鸟了，这个喜鸟，那他们两只鸟比赛啊，哪一个把这个大的石头滚到对岸的时候才成为我们打雁的祖先哦，祖灵啊，谁赢呢？到最后这个自以为高傲的这个乌鸦，难怪都是乌鸦嘴哈，不晓得。那这个系列非常谦卑，所以他得胜了。那一段时间哈，连到现在，我们打雁还是有这样的传统文化。只要我们到山上抓到野兽，或者是前面有危机的，只要听到系列哈这样，一直咻咻这样。从上也飞到底下，那就是说阻挡我们不要去，所以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变成吉祥物哦，就是这种小鸟，这个叫喜鸟，喜鸟那个汉字是什么？我不晓得这个是这个下面是个喜鸟，没有人在管它。不过这种小鸟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原住民看到的话，像泰雅族看到这个的话，表示说前面有危险，是不是这样？他有一些叫声，叫声温柔的时候就不错，就可以前进。那这些神话是，我看这为什么说写英文呢？这是用啊罗马，这是我们的母语啦。啊，我们是用罗马字来做翻这个音发音的工作这样子。不过我所知道这些神话都是你们慢慢的，事实上已经失传了，然后你们慢慢的再去访问你们以前的这一些。那是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年轻牧师哈，我们觉得说从圣经或者信仰方面对我们传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过去教会不是很重视，所以慢慢失传，那年轻的传道人就像阿杜牧师啊、杜奥这几个杜牧师，那开始重建我们文化的重要，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共对我们文化自己的共识，你才会生的才有活的才有价值，是，这最主要是我们就是要慢慢发现到我们现在一般的年轻人对本族的这个文化或是传统已经慢慢的失去认同感，那我们想说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再一次兴起对我们这种本族文化啦，或是我们自己是原住民这样的那种。不过我看你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泰雅族的神话故事哦，这个是这一本有些书籍在卖了，这个可以拿去哦，然后我等一下我要休息一下，请你们来讲一下，讲几则比较精彩的泰雅族的神话，好吗？啊，马怀斯，马怀斯，马怀斯，谢谢，感谢。我们请那个巴耶夫人来讲一个神话，好吗？好，我讲一个。小小而且是蛮滑稽的一个神话故事了哈，泰雅族的哈，对，泰雅族的，这也是我们父母亲都会用这一个故事来启示我们就对了，就是说人不能偷懒啊或是什么的哈，小时候我们常听到父母亲说，有一对兄妹他们去工作嘛，又都有算是责任的那个分担呐、啊，工作这样子，责任区，然后他们做一做，都很快就回来了。父母亲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做这么快呢？哈，你们是不是偷懒了，还是说没有做好就对了？”然后算了。那他们要再继续做，然后妈妈要看去偷偷看是不是确实做得好。对对，后来呢？然后那个弟弟呢，他就把那个锄头哈。小锄头是故意弄断了，那就表示说啊，工作才比较快。对对。那其实工具可以做了，然后就可以早一点回家。结果妈妈怀疑，不可能啊，做那么快。对。然后就原来发现说那个锄头弄断了嘛，就插在他们的那个怎么输入背后肛门啊。对，就把那锄头就那个弄断，就插到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缸，我们叫 view， 然后就那个兄妹还是兄弟就变成猴子就跑掉了。就是因为有这一句话，所以你一直讲不出口了。我来跟你讲，要用到这个语词。对，这父母亲就用这样启示说：你们不要偷懒，不然会变猴子这样子。我知道你们其实啊。
我觉得原住民最困扰的事情，其实除了这些神话的流失以外，哈，刚刚你们也讲了，所以这个语言呐也慢慢在流失，然后因被强迫用波波波摩佛。那事实上我最知道，大家最清楚的是姓的关系，就是姓名。嗯，好像这姓名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因为汉族的啊这个。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这几年我们是相当热门的问题了，就是证明运动。嗯，那证明运动就是主要就是想把我们这个现在的姓名改回来，变成原来的名字哈。嗯，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姓名的这个问题是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嗯，在日本时代，为了让原住民能够很顺服在日本的统治啊，嗯，所以也让我们改成这个日本的名字。那现在这个伟大的国民政府，大有为政府，大有为哈，大有为。其实是很烂的政府，就把你政府一来就是他们就也延续这个日本的这个政策了，嗯啊，就把我们的名字改成这个汉姓汉名，那实际上这个造成很大的问题，嗯，还有一方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些姓氏跟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非常陌生的，有的这个尤其在这个改换姓名的时候，有很多很滑稽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家人，比如说好。啊，今天这个户政单位哈，在这个登记这名字的时候，他请人家来，哦，他高兴的话，哦，我姓什么，我姓沈的话，啊，你们全部这一今天来的全部姓沈，啊，就给你姓沈。他根本没有管理说是，对，有的是啊，住在高一点的山上，他就说，啊，你姓高好了，啊，水田多的话就变成田的。那所以很多造成这样的问题哦。不，更可恶的是那个他们两兄弟一家人哈，不一样的姓，对，所以变成说，就像在如果一家人两个兄弟或几个兄弟姐妹不同时来登记的话，姓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亲兄弟，我姓沈，你姓于，哎，也不是于啊，我姓像，就是这样子哈，完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这个下一代哦，常常会变成乱伦的事情。对，我想这个有很多实际的情况，那有的是。更滑稽就是有的人问说，啊，你叫什么名字？他就用开玩笑回答说，用日语回答说，啊，就比较不好听了哈。像这个情不大，他就给他说，哦，你情不大，不听得懂听不懂啊？什么情不大？你生殖器很大这样啦，啊，他就给他就成不打这样了，那个日语发音就是那样的问题，就是这样随随便便把人家名字都改掉了。You 啊 ，You 啊，诶。儿童一直到少年就一直不断地在关心他们，举办了一些活动来带领他们的观念正直哈，啊，然后在南部怎么联络呢？怎么联络？联络在新竹的话是找0358-445-045在竹东镇大林路77巷9号阿栋哈。这样就可以了。啊，阿姨，安尼听好不？唔爱数，唔爱数，这个蛮好，我来掌声，谢谢。唔爱数就是谢谢。OK， 那我们有一个留言，那各位有没有最后想要有些什么话？我们请这个啊，或者牧师你带腿好不好？实际上透过这样的访问哈，更了解我们原住民应该学习争取权益。那特别是在独澳过去，对我们原住民争取权益而，牺牲，甚至有几个原住民被下在监狱里面。那实际上，我们真的，特别是独澳的四个小孩哈，希望能够请各位弟兄姐妹、亲朋好友，能够在往后的日子能够关心他们。嗯，那你。所以在电话是还是在阿栋的阿栋牧师的0359584400，那是大家打电话去，对，就可以联络到一起关怀独澳的几个子女这样子。对，现在台教会也有一些像张玉珍啊，他们也在关怀，我们都把这些啊他们的关怀都拿去给他的孩子，像有一个最小的，就是他的名字到后来才。
才被抱上去的那个啊、叫什么呢？那个啊，吉瓦斯哈啊，吉瓦斯现在还在读幼稚园，跟这个孩子差不多大一点点啊。我们都在一直在关心他们，谢谢台教会的关心。好，那我们请你们留个话，请白夫人要留个话嘛，代表留个话嘛。好了，我们先留好了，留给李登辉好吗？李总统登辉先生，原住民不只会当军人、警察，汉人会的我们也会。